講到倫敦近十年的盤王，位於宋運九如樹區 Embassy Gardens 一定在名單之上。當中最吸睛的一定是這個全球首個空中全透明泳池 The Sky Pool， 不少傳媒都爭相報導過。九如樹活化區是全歐洲最大型的活化項目之一，現時已經是倫敦的住宅商業核心地帶，區內有地標建築 US Embassy， 而科技巨頭 Apple 亦都在區內開設 Apple Campus， 令九如樹區成為倫敦最新焦點。 Embassy Gardens 一共有三期，而最新一期 The Modern 亦預計在2021至2022年落成。 Embassy Gardens 坐落倫敦一區核心地段，盡佔交通便利優勢，距離項目五分鐘步程的地鐵 Northern Line 延伸線 Nine Elms 地鐵站亦開通在即，屆時四分鐘可以到 Waterloo 站，七分鐘到 Oxford Circus 站，39分鐘到希斯路機場，輕輕鬆鬆就可以來往倫敦各區。現時居住環境非常講求綠色空間，發展商亦特意在屋苑範圍的公共空間以綠化徑相連，而 Linear Park 近一路連接至 Fox Hall，將泰晤士河的壯麗景色盡收眼簾，增添南岸河畔生活獨特氣派。單位的室內設計都是走現代摩登路線，用色大膽搶眼，同時有非常多實用貼心設計，是項目大受用家歡迎的原因之一。住戶專享倫敦頂級的住客會所 Eagle Club 豪華設施，除了首創的空中泳池，其他設施包括 Sky Deck 和天台酒吧、私人影院、兩個健身室、室內游泳池、水療和蒸汽浴室、共享工作空間及會議室等。 Embassy Gardens 自第一期落成後，一直在倫敦高尚生活圈非常具人氣，是社交媒體的打卡熱點。屋苑內有多個不同類型的高尚生活品牌相繼進駐，包括名廚 Robin Gill 主理的餐廳 Darby's、 澳洲式咖啡室 District Cafe、 美容生活概念店及咖啡廳 Linian、 知名 Cocktail Bar Archimis 和精品單車店 Static 等等。可以想像在 Embassy Gardens 可以體驗夢寐以求的倫敦高尚生活。如果想了解項目詳情，歡迎聯絡 Savills。